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游看世界。最近啊，英国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化石，你猜发现什么了？发现了1亿年前的精子。1亿年前呢，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连液体都还不是。这个消息呢，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网站，目前刊登的一个最新的研究，说是一群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精子化石。说是这块化石呢已经有1亿年了。据权威专家说，这块是来自缅甸的一个琥珀，上面呢保存了39个介形虫的标本。研究团队呢使用了高解析度的显微电脑断层扫描，对11个标本进行了分析和 3D 影像重建，发现其中有一个雌性介形虫体内有精子。哎呀，这可是重大发现呐！据记载，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精子是在1700万年前。好家伙，这一下子把这个精子的历史往前推了好几千万年。那么根据专家的分析这个介形虫呢可能是生活在白垩纪时期，定居在今天的缅甸，应该是受精后不久就困在了这个树枝上，最后变成了琥珀里的这个标本。另外呢，这个精子的尺寸还非常大相当于雄性介形虫的 4.6 倍。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身高1米7人类来比的话，这个精子就相当于7.3米，原来是一个巨虫专家说要产出这些精子需要很多能量，那肯定是另外我们再说一下介形虫，这是一种甲壳类的动物，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5亿年，而且呢直到今天在很多海域依然还能够找到介形虫。5亿年啊，你知道在5后面有几个零吗？8个零。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出现才多少年呢有些地方说是20-30万年也有人说是20-30百万年。好吧，我们挑一个最大的数300万年来说。那么跟这个介形虫比起来我们人类也还都算是徒孙辈的生物。好吧，感谢科学家，让我们向前辈的精子致敬。另外一个神奇的事情呢，来自马来西亚出了一则新鲜事。有一名20岁的男子早上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他左思右想说手机没丢家里也没有被偷的这个痕迹早上起来手机怎么就没了呢他觉得这个事情呢有点蹊跷正纳闷着呢，他的父亲在屋外面发现了一只猴子就这个时候呢，这个男子呢再次拨打了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发现原来手机被扔在了屋外面后花园树下面，手机失而复得，男子觉得很开心但是呢百思不得其解，这手机究竟是谁偷走的呢然后呢他打开这个手机一看，傻眼了，小偷竟然还玩自拍呢留下了证据，这个小偷便是那只猴子。男子打开手机后在相册里面发现了多张自拍照还有短视频，看样子这猴子也是羡慕人类的高科技这位男子发现手机里的视频拍摄于前一天下午2点根据视频的画面显示呢，猴子本来是想吃掉手机的但是呢可能是这个感觉口感不太好太硬咬不动算了吧，那玩自拍得了所以说呢这个猴哥就发挥了他的这个摄影技术拍了很多什么树林树叶还有自己的大脸自拍照。那么这位男子到现在他还不明白呢，这手机究竟是怎么被这猴哥给偷走的他估计呢可能是自己在睡觉的时候被偷的。但是呢还有一个让他非常疑惑的问题，那就是猴哥是怎么解开这手机密码的呢这神通广大的猴哥什么事情也难不到他呀。最近在俄罗斯的北极地区出现了一个世界级的惊天大发现。俄罗斯牧民在北方偏远的利亚霍夫群岛发现了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冰河时期的洞熊残骸，而且呢残骸还保留着软组织。俄罗斯的专家表示说，在此之前
人类只发现了洞熊的骨头，但这个标本完整的保留了洞熊的内部器官，其中还包括鼻子，啊，熊鼻子。俄罗斯冰河时代灭绝物种专家表示说，这项发现是世界级的重要发现。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洞熊啊。洞熊呢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史前物种，大约在15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啊，根据初步的分析显示，啊，这只洞熊的年龄呢，大约是在22000到39500岁之间，够大了啊！这个年龄跟我们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差不多啊，他们都是同龄人，史前同龄人。另外呢，在泰国，有人通过航拍拍到了一幅极为壮观的一个画面，近万只鸭子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浩浩荡荡向农田进军。从航拍的视频中看到，画面犹如东非的大迁徙啊。后来了解情况，原来这并不是什么鸭子迁徙，而是鸭子的养殖户啊放出鸭子到农田去清道啊。放鸭清道，这是泰国当地的一种农业传统啊。每当这个农户的稻谷收割之后啊，田里不就空了吗？啊，养鸭户就把自己的这个养殖场的鸭子呢集体的赶到稻田里面去，在那放养5个月，等到再耕种的时候呢，再把鸭子赶回农场，正好下蛋。这种做法一举两得啊！对于农户而言，鸭子呢在田里面帮农户吃掉了田里的害虫，省得农民买化肥除虫了，省时省钱。然而对于这个养鸭户呢，啊，鸭子一日三餐又着肉了，省下了很多买饲料的钱啊！这就叫一举两得。的确啊，这是泰国当地的农耕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鸭子。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Heart.